是甲乙观，甲乙观比我想象中的繁华一点。我们这里是塔顶棚，看到了三个塔，还有甲乙观的那两个塔都很小，肉眼是能看见，不知道是屏幕能不能看见。远处的那个山就是我们昨天晚上翻过的那个山。对，旁边种满了杨柳树。看这个塞外边疆的这个城市。还以为是内地呢，这么绿，但是路的尽头就是戈壁，看见没有？太阳看那个很山，大，但是挺凉爽的。秋高气爽。秋高气爽，路的尽头光秃秃的山。我们现在去李家村，然后去拍一下那个甲乙观。No，不是李家村，是蒋家村。蒋家村。我们去拍一下那个甲乙观。对，然后就撤了。就昨天晚上到达这里，打开门就感觉空气中有一点灰尘。看，我们就到了外面的戈壁了。看，你看旁边的这个山，光秃秃的，草都长不起来。那个尽头那就是甲乙观的那几个塔。哦，就是司机小芳，司机朋友，开到第三天还是很兴奋的。本来昨天晚上想要干到敦煌的，发现不行，干不到，就来到了甲乙观了。对，我们在嘉峪关住了一晚上。是，感受一下这个古时候边疆要塞一个重要的关卡，我们去看看那个嘉峪关的那个城墙，航拍一下。咱这边都是戈壁，涛哥准备在这里飞无人机啦。这个主交通廊道，自驾的时候去新疆啊，不要走这条路。对，这里主要是这个运输通道嘛，然后就很繁忙，这个运输是特别多的货车。所以我们回来的时候要避免走这一段，我们要绕到那个景海去。景海的自驾真的是非常棒。对，路上没车啊。对。多辣椒！我们带你们去看花，这条路也贼漂亮。我们去前面看那个花去。去前面看花去。哦，我的帽子都吹掉了，这是什么作物吗？香吗？不香。他们这里种了好多这种，看，到处都是，成片成片的。哦，那边也有，看，那边也是成片成片。
你在这买瓜，放近还行。走，从那边。这个瓜是刚摘的吗？这个吧，这个好。啊，这个，这个。哎，这个瓜好吃吧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好像这个很脆，这个。嗯。好。这个5块钱，好吧。6块。六块钱。好，行行。好，6块，好，可以。我外就不疼了，因为这疼就不用称，不用称，不用称。对，不是。您说，您说多少钱就多少钱。不是不疼。嗯。有勺子吗？没有勺子。对，我分一个。啊，来。这是一个环岛。哦，这个环岛在中间，居然建了个亭子。3道沟绕环岛直行，进入266线道。哎，我们到了瓜州县了。哦。我们到了瓜州县了，我看到瓜州县公安局。哦，这里有好多卖西瓜。在这个小镇上看水果。新鲜的哦。哇塞，买点没？可是我们那边没吃完。没关系，苹果嘛。那这个是什么？那是桃子，青桃。青桃。这个苹果，这是这里种的吗？没打算。这是本地苹果。本地苹果。嗯。这个也是本地苹果。哦，对对对。3斤10块。1斤10块。嗯。我可以只买一点点吗？可以。我想尝一下，这苹果一样的价是吗？嗯。一样买2个，尝一下。哎，现在是结苹果的季节吗？哦，对。看要不要？不的，是的吗？这么新鲜。阳光玫瑰。这个是自己本地的吗？这是。这是那个。这是哪里的？南方的。别提了。不用不用，我们就尝一点。我们还买了好多回都没吃。5块钱。好的。5块钱。我刚刚好像，我刚好看到苹果是吗？嗯，这地方就产的都是。哦。嗯。这刚好是结苹果的。啊，对对。就这样。嗯，苹果泥、桃子、核桃。好。还有那个花海这个玉龟甜瓜，也是。啊，这也是吧？啊。好，谢谢啊。小喵喵嘞，来喵喵喵，喵喵喵喵，我在哪都能碰到喵喵。我们从国道，哇，那花海好漂亮啊！走到了乡道，我们从国道走到省道，再走到了乡道。哇，这条路，这个树遮天蔽日啊！你看那个树，它两边都是两排，看见没有？它不是一排。哦。难怪这么茂密。对。好美啊！把玉米都压成这种炒货，玉米杆。
我们在等待落日，坐在沙漠中的水库旁边，太舒服了，这又不冷，马上就是夕阳了，待会我们爬到那个山顶上看日落。现在就悠闲的坐在这里，两个人。我们在路上买了个西瓜，待会把那个西瓜给开了，在这还买了个勺子，边勺西瓜边看日落，太舒服了啊。向阳而行吗？对，我们正对着太阳。这阳光照到我眼睛上了。哦，你要不要戴墨镜？等会儿看能不能看到美丽的日落哦。好圆呐！我们终于特意从那个主路上面拐到了这个空旷的地带，就是为了看这第一轮落日。哇塞，太美了！酒泉就是火箭发射的地方啊。不是，但是这条路叫玄奘大道，你知道吗？我们要住的地方在玄奘什么博物馆旁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跟那个玄奘那个有关系。哦，对对对，那个玄奘的那个手杖哦，是吧？哦，对，那就是他那个手杖，他那个。对呀，你看，所以叫玄奘大道。你看，又像他的手杖，然后又像火箭。哇，这个设计妙啊，妙哉妙哉！哦，它这个每一块的灯还蛮有特色的。我看到一个很亮的星星呢，设计的不一样，看见没？啊，我看到了。它是不是北斗星这么亮？我们到了花洲，对，这里哈密瓜1-2块一斤哦，我刚刚看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去他们的夜市，有一个新洲里夜市，这里离敦煌100多公里，住在这里环境特别优美，这是沙漠里面的一片小绿洲。我们去看看啊。我们到达了一个瓜州夜市，哇，这里的老人家生活好丰富。哎，那边在下棋啊，打麻呀，这晚上能看得清吗？我看看，哇，这打扑克，哇，瓜州这个地方生活好丰富啊。这个小朋友在下象棋的，这是什么？这个牌不认识，扑克。对，哇，好多打扑克的。瓜州这个地方夜生活好丰富呀，这个大漠里面的小县城夜生活太丰富了，知道吗？你看这里
里是这个灯笼是吧？是，他们这边这个路灯还挺有特色的，并且还每一段路的路灯还不一样。大漠里面的小县城与世隔绝，但是他们欢乐着呢，过着丰富多彩的生活呀。你看这个路灯好好看哦。嗯，对，这个是菱形路灯。菱形路灯。是说我的口袋怎么那么重？里面有个勺子。好吧。准备今天吃西瓜。今天晚上干西瓜。这边买了一下这边的西瓜，看看这边大漠里面的西瓜是不是如之前看新闻说少那么甜，是因为他们温差很大，所以把糖分都积攒了。回去试试。我们问那个酒店前台说，要来这个瓜州新洲里夜市，我们来看看，暴富新洲里夜市。烧烤面筋哦，这里面好热闹呀，烧烤比较多呀，麻辣鸭头好辣。哎呦，老老爷，这个烤的是什么？好来坐这儿吃吗？我先看看啊，看看这边烤肉了啊，都是烤肉啊，这烧烤一条街，这夜市是，这也烤肉，这烤饼，大盘鸡，拌面王，烧烤一条街，是网红羊杂，烧烤一条街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全是吃烧烤的，有想吃的吗？但是我不敢吃，上火。我也是上火，我也是一嘴巴的爆。你把人嘴巴皮都磨掉了。这几天不是羊肉就是牛肉。对，舌头也起泡了。对，这边的羊肉、牛肉实在是太好吃了。牙龈也磨掉了。颠颠颠颠牛羊，颠颠牛羊。我天哪！不过来了，好想试一下，可以试一下。好，那我们去看看这边夜市的特色，就这个烤羊肉串。都是烤这个，都是烤这个的。这是什么啥？汤啊。哦，这汤啊。应该是吧？好吧，我以为是啥呀？嗯，啊，什么？吃到就是这个样子。这个骨头是干嘛用的？当蛋吗？是用脑花这边做。啊。微辣。这里面有脑花。这边有脑花的。哦，这样的啊。羊脑，你要吃吗？这一把20串40块钱，还蛮便宜的，尝一尝。这个怎么样？这尝一尝 ，OK 啊，你还跟你聊吧。嗯，先吃一下，好吃。你先把米。汁水很足。这里的羊肉应该是没得说的。啊。这里是羊的故乡。今天晚上的月亮贼大呀、啊，沙漠里面的中秋圆月。没有上的瓜州县城，这个路灯跟之前我们拍的两种又不一样，他们每一条街道的景观都不一样，好有意思。你看这条路的路灯又不一样，他们对这个路灯很有讲究。对，它每一条路它设计的路灯都不一样，就有很多他们的这些巧思在里面。我们花6块钱买的这个西瓜，在路上半路上买的。这是什么？这是西北的瓜，应该是很甜的啊。我们来现场开瓜，这是今天在路上买的，然后一个这小圆雕的，一个大叔骑这个3轮摩托车拖了一车西瓜，结果风太大把他的帽子给吹掉了。对，然后他就停下来捡帽子。他倒退了。对啊，他倒退捡帽子，那被我们遇见了，被我们碰到了，我们就买他一个瓜，我们就买了他一个西瓜，那就感觉开不开呀、啊、这个西瓜，他不炸，关键是，那完了，那估计西北的瓜不是很著名吗？这个刚刚我们开瓜，今天吃瓜干，不能有惊喜，哎呦，完了，打不开呀、啊，没有刀，我们用勺子开，对，用勺子开，完了，我闻到了一股筋的味道，这一看，这一闻。我一熟就是，没熟，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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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不行，完全没熟，西北第一瓜失败啊！这我们大家不要在路上乱买这西瓜。结束。
好吃吗？不要在路上乱买西瓜。这梨好特别好看。我买的梨特别好看，但是自己呢？特别酸。又酸又涩。哦。西北水果濒临的就是西宁的梨，第二弹失败。